马上就到了高温高湿病虫害爆发的高峰季节了，蕉友们在种植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常会遇到下面这种情况？作物得了病之后分不清楚是什么病害，手里边有一堆的药却不知道该打哪一种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万能的配方，不管是什么辣椒品种，只要得了病害打上去是立马见效。它能防治152种病害，被称作是辣椒的救命药，杀菌剂中的王炸，不管作物是真菌、细菌还是病毒，通通都能消灭。像辣椒常见的灰霉病、锈病、白粉病、炭疽病、霜霉病、叶斑病等这些真菌性的病害，还有细菌性的软腹病、溃疡病，包括病毒病，一遍控制，两遍恢复，它就是这个辣椒病全清。一瓶20毫升，兑水40斤，在辣椒没有得病的时候打上它，真菌、细菌、病毒全防。如果辣椒已经得病，间隔7到10天打一遍，连续打两遍就可以药到病除。而且它是属于生物杀菌剂，无激素，无残留。想要辣椒不得病害、高产丰收的蕉友们，直接点击左下角的购物车给您包邮到家。